原标题，他才是曹魏第一猛将，三战关羽都不分伯仲，此后诸葛亮才敢北伐。三国乱世英雄辈出，当时曹操带领了一方，一路在三国历史上占有很重的地位。说到曹魏的猛将，有人会说是典韦，或是关羽、庞德等人，不过笔者却认为夏侯惇才是曹魏第一猛将，和关羽三战争都未能分出伯仲，并且他死后诸葛亮才敢北伐。夏侯惇是曹操手下元老级别的人物，并且深得曹操的欣赏和信任，最后官至曹魏第一大将军。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，典韦居然夏侯惇招揽在曹操麾下的。当时曹操在陈留驻守，夏侯惇去打猎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在追百兽之王老虎，关键是老虎都被追了，都急眼了，这着实让夏侯惇震惊，所以就将其招揽过来。之后许褚和典韦大战几百回合，最终也没分出胜负。曹操也是爱才心切，把许褚交给了夏侯惇管理，所以许褚和典韦都曾在夏侯惇手下效力。当然若光从隶属关系来看，并不能使人信服，若是从战绩上呢，当时许褚和徐晃一起与关羽大战，即便如此都差点不敌。不过夏侯惇和关羽进行过三战，在夏侯惇瞎了一只眼睛的情况下，两人都不分伯仲，从此可见夏侯惇在武力上是比许褚高的。典韦和许褚能力差不多，自然也不敌夏侯惇了。纵观这些人的战绩，夏侯惇曾将一流武将高顺打败过，但是许褚和典韦何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最多也只是与徐晃、韩当等人不相上下。如此看来，许褚典韦是一流武将，但是夏侯惇和他们相比真是高出了好几个档次。而庞德和关羽之所以可以打